建联票冲，军益大厦狂中票。呢边上，北角桥军有人无啦啦收到五封选举通知书，系咪有人喺左派地头中紧票？那边上，民建联票冲，西营盘军益大厦，听闻都开始 happy farm 紧啦噃，系真系假？我哋一月直赌横龙。请问下你呢度系咪住咗六个人咁多噶？冇咁多啊。Any Chinese people live here? No, not at all. Mr. Poon, Mr. Zhang, Mr. Tang, Mr. Yang, they don't live here. 咁王杰同埋吴敏咧，识唔识呢两个人啊？冇啫，呢度咧。喺地铺嘅星记工程公司，仲出现一屋五胜六票添。以前咧，呢度系联谊会，联谊会咧，以前咧，联谊会咧，以前咧，有好多咯，嗰啲乡亲咧喺呢度。寄信啦，乜嘢都寄喺呢度。而家咧，反正你会搬走啦，搬走啦。我顺一路叫人嚟嘅，你住边度？自己佢都系住西环呢度。呢个铺位系由呢位肥叔叔喺1998年买入噶，2006年成立香港年江联谊会，佢就系董事之一啦。到2010年先至收翻个铺位嚟自用。我啲最车下系卖呢个呀，系卖冇呢个呀。如果我车下人哋，如果真系冇咯，有我交俾佢，冇我睇佢最抵。我哋发现李德里足浴店地产冇啊，冇呢个人搬走咗啦，定系睇医生啊？都一样有一屋多成嘅登记选民啊！我觉得选举事务处就呢啲你都俾个理由啊？点解仲系商铺嚟做登记地址系咪先？一屋多成嗰啲咧，佢又唔特别去调查，因为其实你一翻嗰个登记名册，你已经见到噶啦嘛。其实有吊鬼嘢好容易睇到嘅啫嘛。呢度易中票，另一个原因是长者多。有民主党区议员说，民建联在军益两间护老院大派蛇斋饼种，但其他政党上搞长者活动就被拒绝了。